我是帅哥，看不出来是一吗？他怎么样都不是 I 吗？什么 I 跟一是有什么差别？我是不知道啊。我 I 真的，我是真的超内向，觉得我是 I 人，所以代表什么？我有病。今天如果人家问，你就跟人家说，人家问你说你猜猜我什么星座，我第一个说天秤。你是不是就会问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就会说，因为天秤座都出帅哥美女。你就是说你自己啊？你们可不可以？我现在是在潦草，有他妈的，这三个好烦哦。我现在是在聊，比如说小花，小花配合一下，你是我，不是你就猜，你猜，你猜，你猜我什么星座？天秤座。错。不是，你要问为什么？吵死！看，不要说废话啦。哦，告诉你啊，今天要做这道菜，其实受益良多，所以今天啊、哦、有福了，我今天要来教大家一鸡三吃。这只鸡我会做三重料理，而且非常简单，非常快速。你们等一下看的时候会觉得我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啊、哦！来，首先我们先把这个马铃薯哦，把它煮熟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鸡肉啊拆起来，所以我们请我们的群群来，你来，帮我解肉。等一下这三吃里面啊，会有三明治、意大利面，还有凉拌菜。你问他什么星座？什么星座？狮子座。你狮子座？哎，狮子座其实很疼另外一半。另外一半？真的？嗯，狮子座的男生很疼另外一半，所以 I 人跟 E 人现在是最流行的，所以他就是分两大类。然后嘞？不是不是，他总共16个。16大类。对。那为什么大家都会说 I 人或 E 人？因为那是第一项。哦，第一项。那你是 I 人还是 E 人？我会变欸。你会变人？我的话是对陌生人是 I 人，然后我熟的话我是 E 人。假一哦，哇，那你打篮球哦。好。好，你在那边吃哈，我准备做第一道菜，很快啦。第一道菜我们就用一个椒麻鸡。哦，我喜欢吃。你喜欢吃椒麻鸡？蒜头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来调酱汁。首先我们加一点点的味淋，香油、酱油、蚝油，然后老干妈，老干妈多一点啊，胡麻酱，搅拌一下，哦，香味四溢耶，各位，来，我们这时候把这个瞬间就变成手撕鸡，老司机坐着手撕鸡，是结束了，所以我们香菜就放在上面点缀就好了。再来第二道菜，意大利面，一样用我们用快速的方式做哈，切个蘑菇对切就好了哈，然后加一点点的洋葱丝，我们把洋葱炒香，这个很适合家庭主妇在家里做，你就做完一道放着，反正就可以放啊，然后马上再做下一道，把蘑菇放进来，这个时候我们来准备一个锅子来煮面，那我们刚刚的鸡肉呢？它有，我们要分两次加，因为它有些肉是比较碎的，然后有一些油脂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加这一次啊，有点像在煮它的高汤，把它的肉香味炒出来。那所以等一下你高汤加进去啊，它会有特殊的香味，把它炒焦一点点。因为你把它炒焦一点点啊，你等一下高汤下去啊，它那个焦香味啊，会融入在那个汤头里面。那这个差不多，对，我们这时候把高汤加进来。汤汁的鲜甜熬进去，然后蘑菇啊、洋葱啊，它该有的味道也都让它释放出来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做那个马铃薯鸡肉沙拉，马铃薯这里进来，奶油进来，加入大量的美乃滋、番茄酱，然后再把鸡肉倒进去。所有的调味啊，都在鸡肉加进去再调味。为什么？鸡肉有咸度。你如果这时候就先把这个马铃薯泥啊里面的咸度先调好之后，它这边就会太咸。好，所以你要把这两个混合之后再做最后的调味哦。然后这边这个面，它还没有完全熟化哦，
但是我现在就把它加进去，让它泡熟。这边在煮，对不对？马上马不停蹄的，我们要赶快来把我们的三明治做好。然后这边面包进来 ，cheese 进来，大家煎一下。然后这边差不多，鸡肉加进来，鲜奶油加进来，大火收汁，关火，我们撒一点点的 cheese。来了，吃了啦！帮他卷一下，这会不会太大口？有一点，很好吃。你知道那个鸡汤啊，煮过之后那个鲜味啊，它整个被面吸收，然后我们最后用那个鲜奶油啊，让它乳化，哇，它那个浓厚的那个奶香味啊，它直接啊在你嘴巴里面塞满，然后呢，你越咬，它里面会尾韵会有一个甜味。会让你嘴巴一直流口水，然后呢，重点，它你看似浓郁，但是那个九层塔，你一咬下去，它那个瞬间爆发出来的清爽度直接冲天，是不是很好吃？超级好吃！再来就是要吃这个，我这边还炸了一个薯块啊，啊，我说薯块也是很会炸的，这个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一半？好，我不想吃那么多，那你先吃。我咬过了，要变贵了。你咬过要变贵，我知道了，不是，因为他最近业配接很多，现在很夸张呢，一直在给我接业配呢，抽，抽成，抽。你很会吃，快吃啊，快点啊，好不好吃？嗯，这很好吃，那、啊、算了，看你这样吃，那你们等一下谁吃我的另外一半？嗯、啊，我不要，你吃掉了。嗯。不好吃哎、欸，我刚听的不好吃，这什么意思？哎，我们用那个薯泥，我们烤过那个鸡肉，你会觉得它里面做一个火腿的感觉，有哎，可能是因为烤过一个烟熏梗在里面，然后薯泥它绵密，哎，薯泥做三明治真的很搭哎、欸，我要申请专利，现在有吗？薯泥三明治有吗？现在有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哦，那不用申请专利，好好吃哦！再来开胃菜，这个可以放很久，所以我说了你就先做这个，然后客人来的时候你就先让他吃，然后呢？这算前菜吗？嗯，前菜。哇，嗯，很清爽哎、欸。也很清爽哎、欸，而且麻香味很够、欸。你很难想象这两个会这样那么合哦。嗯，我觉得、啊、今天教大家。如何把一样食材变成三样？接下来啊，我要公布另外一个商业机密。你试想哦，今天我们在外面买一只鸡要400块，再怎么样批发也要300多块。我这一道卖680，我这一道卖320，这一道卖220，赚烂了。